韩国男团 Big Bang 的成员胜利呢日就嚟到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，估计呢次应该是胜利在入伍之前最后一次在香港演出啦。所以在演唱会举行之前，胜利就先出席记者会，同一班 VIP 见下面。胜利逐即场用毛笔写挥春，又同 VIP 玩游戏，仲近距离合照添。其他成员都相继入伍，而家得翻胜利一个人单独演出，会唔会觉得好大分别啊 ？Big Bang 的演唱会，然后 Big Bang 的时候，五个人吃饭对吧？现在我一个人吃饭对吧？不贵不贵。五个人的时候啊 ，TD 喜欢这个菜。T.O.P 喜欢这个菜，但太阳喜欢这个菜，前面的不一样喜欢的菜。但是一个人 OK 了。Big Bang 演唱会的时候，如果我说多的话，那个哥哥们他们生气了，哎，兄弟你闭嘴。但是现在一个人我说长的，说多的话，谁都没有生气。啊。不过其实胜利同一班成员都仲系有成日联络噶。其实是昨天基迪发给我的。兄弟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香港，明天有我的演唱会。他跟我说的，兄弟，这里非常非常超级冷耶。我跟他说了啊，龙哥加油！胜利仲大爆，将会同周怡有合作计划添。其实是周怡要跟我非常好朋友啊，所以他跟我说的，他需要的那个开心的那个嗨的感觉的歌，所以啊，我们的喝醉，我们马上开那个周怡要跟我的那个喝醉啊，多多支持，现在不能说秘密，哎，不能说。而演唱会就在夜晚八点正式开始，胜利以劲歌热舞打头阵，一班 VIP 仲即刻尖叫同高举皇冠灯，胜利仲全程用国语同广东话同在场嘅 VIP 沟通，最后仲好惊喜咁唱周董嘅歌《最长的电影》添啊！是因为